听说陕西最著名的就是它的面食，在杨岭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小麦种植的历史有多悠久，面食的花样就有多丰富。这几天我和叔烧打饱口福，品尝了各种美食，而今天我不但要自己吃，还想学一张带回去，让我的女儿也感受到我在这里的体验。大家好，我们是地球村村民，我是杨叔烧。 Hello， 我是彭网龙。最近呢，我们在陕西杨凌吃了好多的好吃的。没错，我们吃了蘸水面，还有什么肉夹馍。你吃了好几个的肉夹馍。好几个，对。其实还有一个叫臊子面。臊子面你没吃过？臊子我跟我理解就是 minced meat， 就是切好的肉然后放在面里面吃。好像是吧，我也不知道，你不知道，反正很好吃。我想学一下啊。这样你就可以带走了。对，带给第二人尝一尝，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可以。那不如咱们俩找一个杨凌当地的师傅跟他学一下。 Good idea， 可以吧？ OK， 走。高山仰止奔腾住腹地翻天，人在天涯漫漫。在这个园子里面呢，就有那位老师傅。他听说是这附近几公里的村子里所有的婚丧嫁娶红事白事的宴席上的臊子面大厨师，是吧？全是他做的。哇，咱们四处逛逛，然后顺便找一下他。我们去找找，走。师傅，你在哪儿啊？有可能他就在这里，对不对？有可能。我们去看一下。师傅，师傅，我们终于找到了传说中的这位面食行家席师傅，决定拜师，和他学做最地道的臊子面。您贵姓？我姓席。席师傅，你现在在准备的？对，臊子面。这可是陕西传承了几千年的特色面食，学会了我家里人也要有口福了。因为在比利时没有这个臊子面，哦，很想给我女孩吃一下。对对对，好。当然，我们可不想白吃白学，所以决定去地里帮洗师傅摘菜，希望他能教给我们独门秘方。师傅，能不能告诉我这个桌上有哪些东西呢？这是肉，这是鸡饼，我们还有辣椒，辣椒，还有蘑菇，是不是？蘑菇不是。我想知道这个，这是大香调料。大香调料，大香调料里面有什么东西呢？能不能告诉我们？大香、小香、大香、花椒、花椒、丁香、丁香，桂皮。香哦，这好，这是秘方吗？真的，拿走，我先走了。最后一个是姜，生姜。所以第一步是先切肉，我没问题。OK OK， 来喽。我做饭可好吃了，我做饭，我跟你说，那谁吃了谁都。谁什么？师傅要跟我这么做饭的话，是不是太慢了？叔烧和我笨手笨脚的刀工，实在让席师傅看不下去了。行家亲自出马示范，让我大开眼界。哇！大，三节子。中国有句谚语：“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不能只看不练，也要亲自动手。”你来。中间一次，差不多。OK， 然后再来一碗。哦，你还记得？我都忘了。哎呀，这个就不简单了。这样。对。学着习师傅的样子，我摸索诀窍，竟然也开始上手编大厨了。每一步都想自己亲自试一试。这个你可以。OK。师傅，你看了够？这是够了。够了。什么够？够了。够了。够了，不是够的。够了还是够的？够了。够了。够了。对的，对的。好嘞。继续吗？可以。OK。这准备工作完成了。关这个人。OK。终于要开始最重要的炒制过程，我看着师傅熟练的操作，默默记下每一步。放生姜末。这会炸吗？倒入。哇！首先，生姜炝过，把肉炒香。我肚子开始饿了。我也是。过去，哥炒饿你了。你给我倒，我来炒。然后倒入酱油。这一步叫做上色。这点醋。什么？
醋，醋，醋舀盐锅变到下，料酒，好，料酒，哦，多加多酒，还有料酒、香料和盐，快速翻炒，最后倒入水，腾起白烟，文火炖煮，谁能闻见？哦，这都可以的，这好了。最后我帮忙把切好的海带和蛋底下入锅中，大功告成。这个大块肉也太香了吧！出锅了，一大锅臊子融合了肉香和酱香，酸辣够味儿。今天和师傅学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回去做给我女儿尝尝了，她肯定会特别喜欢。不错呀，今天你学会了。我学会了。师傅呢，我们的面已经准备好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这个是起化面还是臊子面？到底臊子面是那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一个是鸡肉，一个是鸡肉，做法都一样。做法都一样。做法都一样。但是这个臊子面打酱油，你这个气化面鸡肉面不打酱油。那可是为什么这边人吃饭就是都是小碗小碗？对，大碗老多了，汤多了。汤多了。哦，因为你这都弄小碗，老一个就是那个一口香。一口香，所以可以用一口吃完这个吗？哦，吃完，不要老一口倒，不是老一吃把汤。放人家汤都倒了，汤就倒了，汤都倒了，就不喝汤是吧？不喝汤，一次性。哦，这样的吃法。那一般人可以吃几个碗？你看饭量大一点吃30碗的，饭量小一点吃10碗的。30碗？哦，真的。你这老没一点点嘛，老是少。因为只有我相信你可以吃30碗。我也觉得差不多。我这会儿比较饿，那咱们先我们尝尝吧。尝。OK，Let's go。用法语是 Bon appétit。Bon appétit。OK, bon appétit. 金戈尔上古十二天。那师傅能不能告诉我们你在哪里学到这种菜的？30岁开始学这个。30岁才学这个。我看老师傅。老师傅。一代传一代。怎么传下去？我女儿肯定会喜欢吃这个。那你以前最多做过多少个人吃的？几百人呢？几百人？我一顿吃了130斤的干面。130斤的干面。哦，一顿都吃。一顿吃了130斤的干面，相当于比我还重的面条。哦哟。你知道吗？我已经吃完了。我真的只有一口啊。能不能一口吃完？我试一下。试一下。OK。心情就变得美丽太太，厉害，有钱，吃完了，保管你当官儿莫当官儿，在这儿碎碎的面里边，什么叫一口香？我这就叫一口香。师傅，我这样吃对吗？对，好。这样是对吗？但这个面条很软。我到嘴里面就是基本上就是嚼两下就可以咽了，是的，就很爽哇！今天我们学了很多东西啊，这面你学会了吗？我基本上学会了，我应该回武汉可以带给我女儿吃这个菜啊，给她做这个菜，然后给她感受一下这个陕西和杨凌的这个美味特色。像刚才师傅说的，就是说。他觉得这个面啊，它像是一种这个传承，他从老师傅那学到的东西，然后做给了一代人吃，然后到我们这里，你看你学会了，我学会了，你要做给女儿吃，然后这就是无形当中又是一种经历。一碗臊子面跨越文化和时间，不仅让习师傅与我之间建立起连接，也会在我和我的女儿之间继续传承。这就是饮食文化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填饱肚子，更在于装满人心。乃走四个城。